班长，什么事儿？报告班长，我要请假。去哪里？去黄埔城编辑部送稿。我说你汤沐雨能不能不起哄啊？还嫌不够乱呢？就你那破文章有人看吗？哎，班长。 这我拥护咱校长英明果敢、拨乱反正的大义凛然，这有什么错啊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老汤，就你话还说不利索呢，你还写文章呢？这样吧，你雇我当枪手，我帮你写，肯定能登上。就你们这帮落后分子，我都懒得理你们。 这样吧，汤沐雨，给我们念念，让我们先听听，我们要是觉得好了，你再发表呗。我呀，我才不上你们这当呢，为什么要念给你们听？我汤沐雨卓尔不群，出污泥而不染。哟，还自比荷花了？那你是荷花，我们就是污泥了，是吧？啊，李青，别这样。 你李青，行了行了，别这样，别你怎么这样打人啊？冷静啊！你妈谁啊你？李青，你妈谁啊你？行了行了，你把玩笑开过头了。上级让我们集体反省，也包括你汤沐雨给我老实待着，别他妈叽叽喳喳向着鹦鹉。行了行了，咱都是学军事来的，不是卖大力丸的。 刘班长，哪个是穆正芳的床位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区队长让我来找一趟穆正芳的军装出来，送区队部去。是他的床。是不是老公要给放回来？ 不知道啊！你是不是盼着老穆这辈子回不来了？啊，在这儿，这儿呢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区队长要把群放了，还说这事儿要让杨丽青去办。杨丽青。 放屈恩了，真的。区队长让你去看押室，也算是个道歉的意思吧。否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以后没法相处了。我不去。为你好，你做事要犟呢。有什么？咱都是军人，咱就是执行命令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我人格上过不去。 真是死理！反正我不去，打死我都不去。有志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好，你不去，我去，给自己的老师道个歉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你这头犟驴！我就是不去。哎，李青，你小子有种，敢作敢为，跟我对脾气。 他妈离我远点啊！哎，你我用得着跟你对脾气吗？去！给各位师长、同仁、同学赔礼。 鄙人实属知责所系，多有得罪。禁闭已经解除，恢复驻等革命军人身份。换上吧，不能就这么完了。我们需要解释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校长今晚设宴，
款待此次不幸事件中所涉及的第一军以及贵党250余名贵党同志，相信校长会给你们一解释，还请你们更衣稍事休息，会有交通专艇送诸位前往赴宴。是杨丽人吧？对啊，我就是。您是？我是瞿恩的妹妹瞿霞。我听丽华说起过。你好。你是刚从黄埔过来吗？就是。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要关押我哥哥？好像我也不比你知道的多。据我得到的消息，有人要试图劫持校长。劫持校长，我哥哥连走路都需要拐杖，他会劫持你们校长？你弟弟怎么样？丽青他会有麻烦吗？丽青啊，还好。你们中央党部这边好像……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这样的共产党还可以自由地在这里走来走去？你觉得奇怪是不是？不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口气里有了，你眼神里也有了。你真有个性。转告你那位朋友，做人要光明正大，这样的弥天大谎他也撒得出来，这不怕折寿吗？我不转告，要说你自己跟他说去吧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没什么敢不敢，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。用刺刀来讲道理。行行行，你跟丽青跟丽华也是这么说话吗？你不要转换话题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，这么对我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平时跟什么人混在一起？听丽青跟你说的吧，从他嘴里对我就没什么好话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只当是跟电线杆子说了会话。再见了，杨丽人先生。再聊聊。什么？曲小姐，我建议你回家去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别出去，别到处乱跑。事情很快就会过去，已经有缓解了。再见。那姑娘挺漂亮的，谁呀？党部的工作人员。哦，不错。听说是蒋介石专设的晚宴。怎么？还没完呢，这事儿。蒋介石罔顾左右而言他，完全不回应我们对中山舰的质问。他说这件事情的真相，要等他死了以后，才能完全发表。这算什么？想不了了之啊？不了了之？怎么不了了之？人家现在是一箭三雕，成了广州党政军的头号首脑了。那怎么处置你们？哎呀，你看你怎么处置？让你出局呗，都集中到大佛寺去，政治集训。黄埔和第一军里凡是公开身份的党员都要去。真够硬的，多少心血啊！儿子，怎么就这么软的呢？任人家摆布。枪杆在人家手里，他蒋介石横着竖着躺着都行，党完全没有自己的武装。我们也可以有啊。
贱呐！是啊，要犯花子还有根打狗棍儿呢。就是，没那么简单。共产国际不同意。就说从李济深那儿的援助装备里运出五天交枪，用于武装工农都不行。说是怕引起国民党人的猜忌。我就不懂了，这儿的事儿，他万里之外的人都比你清楚。我看是宰卖爷田心不疼。哥，你们退出了，那黄埔怎么办？就完全放弃了？那沥青他们怎么办？就随波逐流，是让他们自生自灭啊？是啊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沥青那些年轻人，不能不管，完全推到人家那边去，可惜了。当初是你让我不要发展他了。听说这次逮捕你，他也参与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当时心里很难受。比我这个被逮捕的还要难过，我都能想象得出来。你说这都什么事儿？可别把这么好的孩子给毁了。曲翔，嗯，你想想办法，找找沥青，安慰安慰他，别让他太内疚了。这不是他的事儿，完全没有必要自责。那我是不是要跟他解释一下，没有发展他的缘故？没那个必要。眼下这个气候。不说破了，对他更好一些。万一他承受不了怎么办？他必须承受。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吴荣，哎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这个床位吗？归你了。空房一场，留个念想。老范，这个送给你。放蒙的，德国货，在汉口市一个洋鬼子那里弄来的，费了我3块钱大洋。兄弟，我就亏您了。装了，哼！这次你留了我2枪托，咱俩算扯平了。你要是不嫌弃，我这套小工具送你了。哎，老穆，这不太好，不太好！拿着拿着，这还能把你吃化了。去大庙那边改造去了。以后队里啥地方需要拾掇拾掇，修理修理。你就打喇叭。行，老穆，咱俩其实也就是主义之争，抛开政治，咱还是同窗。各位，我就走了。各奔前程，后会有期。那个向可清，向前看，说是那个。
振芳和汤沐雨都能和解，你们俩怎么了？你哪里得罪了老穆？说实话，李菁，咱班上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了，你小子将来准能出息了。老穆赏了我一道大菜，比下刀子都还狠。我不晓得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也能猜出几分来。你知道共产党人最恨什么吗？不会是我吧？老穆夸奖过你？我要是共产党，也会发展你。我有那么招人喜欢吗？李青，你是对的。同学之间，别弄得刀兵相见。什么孙文学会，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，那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没意思透了。咱别凑那个热闹，人呢，可不就喜欢扎堆？可人多的地方，是非多。有了是非，就有了争斗；有了争斗，就有了输赢。这有了输赢，可不就有了英雄？可是我说李青，咱还是别做这种英雄。要做，上战场上做，打军阀，出列强，那才是真英雄。老范，这一点是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。到底是战场上滚过一回的生死弟兄。看看吧，我妹妹。老范，比你漂亮多了。我就这一个妹妹，在上海念医科，和雨石是同行。测绘这一行最讲究的就是参照物，有你老范在旁边做陪衬，确定无疑是个大美人。愿意不愿意做我妹夫？啊？愿意不愿意？你给个话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谁跟你开玩笑？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有对象了？啊？我有吗？那你躲躲闪闪做什么？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范新良的妹夫。行了，我也不逼你，可毕业之前，你得给我个准话，听见没有？长官，徐教官来了吗？是。人呢？我问你人呢？徐先生一根拐杖，平添了几分笃定稳当。董长官换了豪宅，也增了几分威严派头。此宅是陈炯明手下的一名反动师长的，实属嫡产。第四军拿他做留守处，还可以吧？徐先生，坦率地说，我董建昌和你们共产党人共事多时，相知颇深。老蒋把你们这批俊才闲置在大庙里，实在是极大的浪费。我请徐先生来，就是想谈谈此事。董长官真是快人快语，恐怕我们不便谈论此事吧？为何不能？北伐的各项军事准备都在进行之中，各方面都需要人。欲治军者，必先选将，没有俊才，第四军的腰杆子硬不起来。董长官，你让我为难了。讨论一件本不该由我们来讨论的问题，为什么不能？
北伐的目标是国共两党共同提出来的，不是哪一方的事，何以不能讨论？是我那里的人都在名册上，你们第四军敢用吗？秦朝大将章邯发修筑皇陵的囚徒为军，还给予平等待遇。况乎这么一批有党的军政干才，董长官果然有体恤之心，让我感动。徐先生，请不要顾虑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第四军的态度是明确的。我们识货呀。我有个疑问，你们打算怎么使用我们这批人呢？知人方能善任，既是和衷共济，同赴生死，那我们彼此必须相互了解。那我想听听董长官的认识。从两次东征的经历看，我认为贵党同志有两项特长，一是做先锋打头阵的攻坚能力，二是对作战区域内民众的组织发动能力。董长官不吝表扬，所以未来对贵党同志的使用就要扬其所长，分开编制。怎么个分开编制法？比如说，我们已将叶挺之34团另行编成第四军独立团，让你们自己去搞，免得人家对我们整个第四军怀有戒心。一定要分出彼此来吗？这也是不得已。贵党同志还有另外一项专长，我没好意思说出来，那就是你们保守秘密的能力也比我们强，所以还是分开编成好，这样利于公开嘛。仅仅是一个叶挺团用不了那么多人吧？这一点我和李军长已经想好了。北伐路线漫长，其必经之湖南、湖北、河南，直隶驻省。如果仅靠军事力量恐怕不行，必须有沿途农工民众奋起之接应，而这项工作将是目前大庙贵党同志之专长。你是要我们承担第四军作战区域的民众组织发动工作？正是。董长官知人善用，颇费了一番心机呀。李青，李青，去霞，哎，哎，李青，去霞喊你呢，你跑什么呀？哎，你坐下，坐下，松了，吵什么？你吵，坐下。他站那儿呢。过来了。站着，他还没走。过来了没走？过来了吗？嗨，他走了。那边，看见了吗？李青，我说你干嘛要躲人家呀？那我干嘛要理他？你有神经病啊你！别装了，多漂亮的女孩子啊，欲擒故纵。我急了敢当和尚，你敢吗？那是不敢，可我也不会装。我现在宁可当和尚也敢招惹他。别这样，人生短暂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
说的都是什么呀？什么人生短暂？你可不知道，立强，东征的时候在淡水城下，让那军官一枪把我打懵了，妈的，掏枪就把人家脚趾头给打掉了。谁跟你讲道理？没道理可讲。这个事情就这样，不由分说。哪儿跟哪儿挨得上？哎，我说立强，你小子就是不惜福啊！我就奇怪了，这屈霞怎么不喊我，但他喊你呢？这哪次他再找我，我让他喊你去吧。说句实话，他跟你到底有没有这事儿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俩要是有事，你拿枪毙了我。那你干嘛躲着他？干嘛躲着他呀？我能不躲吗？刚刚拿枪对着人哥哥，回头又跟人妹妹嬉皮笑脸的，我是畜生啊我。那倒也是。那天我和老范还议论呢，咱们这黄埔怎么弄成这样？兄弟反目，师生成仇。老范是个正直之人。你也这么看？咱哥仨战场上滚过一回，说还能不了解？所以我把我的妹妹介绍给老范，此人可以托付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说你把你妹妹介绍给他了？介绍给老范了？嗯。我妹妹在长沙读师范，老范比你我年纪都大，也该成家了。这个关系挺有意思的，我觉得。嗯，将来全是亲戚了。哎，总的说来，第四军对我的邀请还是有所保留的。怎么说呢？有些羞羞答答的。哼哼，羞羞答答的请。咱理直气壮的去。北伐的目标是两党的根本，借此机会，我党将进一步加强在叶挺团的力量，使其完全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武装。这次北伐绝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，而是一次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运动。我明白了。好。哎，等等，这里有你一封信。苏俄同志转过来的。哎，这个莫斯科的杨烈华是谁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啊，国民党籍的，原先是中央党部的一名职员。屈恩，广州一别已有数月，时常想念相处的那些日子。莫斯科的冬天果然严寒难耐，夜也显得格外漫长。此间国内的消息时有传递，中山舰一事让人揪心，同学中也分成了两派，彼此争论不休，也使我更加迷茫。原以为飞越重重关山，置身异国他乡可以清静一些，却不料梦中行他千万里，醒来依然在床上。立青怎么样？我最担心的是我这个弟弟。待问你母亲及瞿霞好。又吉，去过了普希金墓，只是斯人已逝，落叶凋零。此间推崇的红色诗人为马雅科夫斯基。什么？脚伤是否好转？念念，丽华，于莫斯科中山大学。这个丽华还是那么忧伤，一点也不像生活在红色之都。哥，给丽华回信吧，要不然她快愁成林黛玉了。企业纸就能改变一个人吗？企业纸是不能，可是爱能啊。咱们换个话题吧，你和李青谈的怎么样了？他老是躲着我。我不信，这事你办不了。你不知道这家伙板起脸的样子多可恨，有什么了不起？
我已经和叶挺团参谋长周世弟谈过了，争取把丽青分到叶挺团，响鼓必得用重锤。那你是要我还去找他呀？三期的军官生就要毕业了，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帮助。曲霞，这是工作。 出去一下。是。什么事啊？三期毕业的军官生分配去向已经确定，你们家丽青被四军要去了，我想看看你这个当哥哥的有什么想法没有？怎么会分到第四军去了呢？完全是因为东征时的表现，董建昌对他的印象深刻，点名要他去。 给了个独立团上尉排长的头衔，叶挺独立团。是啊，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，想不想让他进那个红色染缸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这一拿进去，校长签了字，可就改不了了。 知道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。今天我若替他改了过来，日后他要是知道了，他得恨死我。<笑>你们这兄弟俩呀，天道之术，顺其自然吧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人生重要的关口。 就那么一两步，你现在不拉他一把，将来兄弟细强之事，不是没有可能啊。你是说，现在的和是暂时的，将来的分，才是永久的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，合久必分。怎么就不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呢？我可以等你一小时。 你去找丽青谈谈，看看他自己的想法。记住，就一个小时。各位就要结束军校的学习，前往军中任职，要带兵了。在结束我们的步兵战术学习之前，我送大家几句话，一句话。 只有不能打仗的将，没有不能打仗的兵。所谓兵随将短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兵怂怂一个，将怂怂一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好。总之，作文要找文言。你好。打仗要找准答案。你怎么在这儿？ 水无常事，兵无常形。相信军官生对步兵教材的翻译提出一些意见，我来征求一下。最后一句话，敌人是最好的老师。我没什么事儿。哎，要不坐坐？你们要记住，军人。哦，对了，你妹妹来信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她怎么样了？像文人。 他没写信给你啊？最好的例子，日本是谁把他打败了，他就佩服谁。这一点我妹妹啊，打小他和丽青就是一伙的，他就学谁。没什么，各走各的路呗啊。你们一家人怎么闹成这样？哎，我父亲啊，他有一个大蒜理论。 父亲是算柱，母亲呢就是那个算一，兄弟姐妹就是那个算二。嗯，我母亲去世比较早，大家一分胜负，衣服就破了。哎，你今天这神情，跟那天在党部大楼，嗯，可不一样了。我今儿没什么区别呀。笑什么？
我在笑啊。一个人肚子里如果没有阴谋的时候，还挺可爱的。我那弟弟跟你们家挺亲的哈。这话怎么听起来酸溜溜的？报告，进来。哎呦，一清。对对，一清。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是这儿吗？没错，你进来吧。是我找你们区队长，想听听你们对教材翻译上的。哦。哎，我没事，你们谈。曲小姐，再见啊，再见。见你弟弟了吗？看见了。进来呀你。他怎么来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有进步。我往校长办公室钻，跑这儿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没什么意思。现在谈战术教材是不是晚了点儿？战术教材是理由，你干嘛躲着我呀？我没躲你啊。干嘛要躲你啊？躲得了你？你觉得我在躲你啊？你还没学过撒谎呢。你怎么认识他的？我怎么就不能认识他呀？行了行了，说吧，究竟什么事儿？徐恩对你的处境很关心。哦，徐教官让你来的。他不让我来，我就不能自己来看看你啊？别在这儿放电，这是不对啊。哟，我们杨少爷不纨绔了。这是革命军队的黄埔摇篮，没有少爷，只有战士。觉悟还挺高的。说真的，你考虑过自己毕业之后的去向吗？考虑有什么用？由不得你去考虑。学员想推荐你去叶挺独立团，你得有个思想准备。是吗？意外吧。我这样的人才，你们上哪儿找去啊？内疚啦，自我评价还挺高的。我真的想去。我喜欢那支光荣团队，他们真的肯要我吗？啊！就算发生过320那种事，我们一家人对你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信心。哎呦，稀客稀客，曲小姐来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报告长官，376班军官生杨立清奉命来谈教材。啊。你们聊，你们聊，我还有两个文件要处理一下，啊。你们三区军官生对新教材意见独到，教材委员会会慎重考虑的。
那快走，接着放电吧。快走，放电吧，没事儿。徐老师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？报告。热泪轻狂，因为我们的血温。